宫崎又要延宕，我们又要坐矿车，然后走路回去，是不是？推你，喂，呜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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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等等等，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，有没有有没有？我觉得这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根本是不同世界，出去之后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。真的有穿越时空的感觉了。我要带一个合成台在身上了，我要放在那个施工的地方哦，施工好。我有斧头，我还以为我没有斧头嘞。先合成一下啦，我要楼梯，楼梯一点点楼梯，然后砍几棵树，带在身上就有合成台。你在干什么？哦，这么近哦！我只专注在前面这一只，有没有？想不到被另外一只偷袭了，哦，吓到我了，真的是，呜、哦！来了，哎，蜈蚣要再射了，在射什么？不要再射了，喂，躲在这里，不要射，不要射，不要射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！啊，好了好了，他们就是很爱炸，把这边炸得很夸张。然后挖一点木材而已，挖白桦木。呜呼，有了有了，故事有了进展。哦，这里我就不补了。啊，你自己炸的，你自己补。自己炸的自己补，不要被雷劈到，真的。我不会被雷劈到啊！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为什么要担心被雷劈到？你平常有做坏事是不是？所以你会担心被雷劈？啊，我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的，都大方的走在路上。其实被雷劈到跟做坏事没有一点关系啊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误导大家。噔噔噔噔，迅速来到这里。哎呦，没下雨了吗？为什么刚刚那一段没有下雨声，还是没有轨道声？为什么忽然变这么安静？哎呦，哦，雨要停的时候就不会有发出声音，是不是？怎么这么怪啊？十分诡异。哎，这个要放下面。哎，把马铃薯吃掉好了啦，把马铃薯吃掉。哦，我先要垫泥土上去。喂，工施工啊，施工真是麻烦，我也不喜欢这样施工。这里要插红石火把，然后这样会不会太远啊？不管了啦，先这样啦，这太高了，太高放不上去啊。哎咻，哎哎哎，你不要这样子这么不听话好不好？啊，听话一点可以吗？听话一点好不好？搞得我还要再走过来一点，听话乖，听话。好，有有有有有，换另外一边，这里有了。听话乖哦，不要歪掉哦，听话哦，有有有有有哦，好了好了，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去了。喂，打掉泥土，看一下我没有打错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错没错，我以为我要打到其他泥土。喂，喂，好了好了，继续往前呐。宫崎真是麻烦，一人施工，真的，一个人就在这边这么辛苦，再多判个几个架子。其实我根本就没在算距离，随便放有没有？想放的时候就放，觉得加速不够就放一下，很随便，很随性。诶？哦，把红石火把插在这，喂喂啊，插上去了，好了，就这样，继续盖，我的铁路继续盖，铁路继续在这个大路上奔驰，哦，感觉好帅气哦，会饿死吧？没有这么容易饿死吧？哦，哎，
好像有蛮帅的，自己讲有没有？自己讲觉得蛮帅的，哎，怎么盖偏呢？在这里就要插火把了，有火把就插火把，有红石火把，继续继续，我等一下再上去铺铁轨，我铁轨有这么多可以铺吗？你看，你看，越来越接近地表了，有没有？越来越接近地表，等一下就在地表上开车了啦。等一下怪物都可以跳上来，哎，这样会不会有点恐怖？像这里要怎么办？这里放不到了啦，还是要放，放不到还是要放，就是强迫要放，先挖下去，强迫要放，哦。再把泥土补回去，这里也改成石头好了，强迫要放，哎，这两个是不是太接近了？啊，不管了啦，很随便。噔噔噔，没有石头，你看你已经粘到泥土了，然后怪就跳上来了，没有。怪可以从这边跳上来，我不能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全部都做高架重做，我不要啦，我这么随性的人，有就好，好不好？先求好，再讲求疗效。在哪里？好像太远了，第一个太远了。我搞不好铁轨没这么多嘞。我决定要先找一下这个。加速的加速在这里，下一个加速在哪里？下一个加速好像比较近，在这里。哦，下一个加速在哪里？在这里。这里吗？哎，这里这里这里。下一个加速在这里。加速铁轨有了，好了，可以铺了。吼吼吼吼吼，连起来了。哦，大铁路计划，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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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这边不够力耶，等一下两格好了，哦，这样应该够力了，哦，这样就够力咯，出来的时候就可以，诶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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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铁路可以连接到这里了，你们说什么？要把这里挖掉是不是？把这两旁挖掉是不是？有需要这么认真吗？有需要这么拼命吗？你们觉得有需要这样吗？我在这边放一个合成台好了。施工必备物品，合成台一指，放在这下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放在旁边好了，放在这里，做一根铲子，稍微挖一下，听你们的话，把这里挖掉，起码让怪不要跳进来嘛。也不要让鸡跳进来，影响我在开火车在运行，有没有？这里也挖掉好了，为了让它有更美好的生活环境，有没有？鸡还可以从下面走过去啊，牛就不行了。牛不行，鸡可以。哎，这里继续盖，我们还有铁轨，还可以再盖。旅程没有结束，哎，被草阻挡了，被草阻挡了，旅程还没结束。其实我们要跳上去也不容易耶。哎，大概在这里吧，这里。喂，放在这里。这里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放楼梯了。只有一格很难放楼梯耶。嘣，哎，放错了。嘣。放在这里好，很好。这里，喂，下来，再放，这一格吗？哎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哦，对了，对了，加速铁轨放在上面，有动力才可以继续跑。继续啊，继续，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盖了。
其实有泥土，我们也不一定要挖，我们就让它有泥土就好啦。在旁边做护栏怎么样？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比较好？就做玻璃防护这样，不一定要高架化啊，玻璃防护也可以啊，就做玻璃罩啊。你看这么多，要怎么挖得完？没有办法挖啦，现在只能用玻璃罩了啦。你看这里已经地面化了，平面化了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一些高架化的作业了。平面化了，道路全面平面化，又要挖山脉了。那一块是什么东西啦？我的女王头几点什么时候才会到啦？怎么这么远？我只不过想要看一个女王头而已。女王头有这么辛苦哦？我的铁轨都要花完了，真的，地下化了，往上铺，我不想要，不想往上铺诶，我懒，我觉得这样没有那种列车的感觉，没有直达的快感，有没有？直达的快感，我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诶，这里是不是要放一个？不然好像不够力。在这边放，在这边要有红石火把，又要在这边放红石火把。喂，放一个红石火把，放红石火把不是问题啊，主要是旁边的楼梯造景 是问题。旁边的楼梯造景都要挖泥土。哎呀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好了，哦吼，可以开过这个平原呢，这也是高原呢，这应该不是平原呢，这算高原。坐一次不止要3万呢，真的，这个列车可能坐进去就要破产了，我就要破产了，我已经破产了，我盖到这边就没得盖了。怎么这么穷困呢？这么可怜，耗费巨资打造。打造这样子，耗费巨资啊！我要先回去了啦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耗费巨资欸。喂，走，我走，我走啊，走了哦，回去了。哇哦，3天一班车啊，3天只有一班车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有点爽。有点爽啊，很开心，不用走路就回来了。欢迎来到秋风的帝国啊，秋风的王国就在你面前，十分的惬意，十分的爽快啊！就这么坐车回来王国内应有尽有啊，就是没有人，有人呐啊，还有守卫的。他们为什么都站在太阳能板上面？他们有什么特殊癖好吗？我也不懂欸。想踩坏我的太阳能板，是这样吗？而且我回来干嘛？哦，我回来是没铁轨啊，我回来是没铁轨，所以才回来的，不是不铺，继续铺好不好？今天就多实况10分钟，今天就再玩10分钟，可以拿去烧。烧，赶快烧！还有吗？还有20个哎，哇，好多哦！这次哦，有大爆发的感觉，20个，做铁轨。每一次我都觉得铁轨很难放，因为它分两边，好啦，分两边就这样放好了，这样子。所以铁也不太够嘞。哦吼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没有，挥霍完了，挥霍完了啦！铁剩4个，啊，太挥霍了，太挥霍了，铁 就这样被我挥霍完了。哦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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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挥霍一下。还可以做4个挥霍，我要继续挥霍。哦，28个了，继续加油。哎，等一下，
被我转到了。